重新照耀中国这本书是大家可能都知道，是埃德加·斯诺他写的一部很有创作性的一个革命的记录。我首先问一下这里在座的同学，以前看过或读过这部书的，英文版也可以，中文版也可以，读过这部书的有多少？能不能举手？只有一两个人。那在座的还有几个人啊？那就可以认为是大部分的同学是从来没有读过这部名作。这个问题我在日本国内也在我的教室里向学生问过，日本学生，究竟有没有读过这部书的？有没有？这个反应是和这里差不多一样，是几乎没有读过这部书的。但是这部书的这个历史作用是非常非常之大。过去像这个谜一般的这个中共的活动，或者毛泽东这个领袖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他们开展的哪些活动，所谓根据地苏区的老百姓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是很多人都当时不知道。中共的这个存在在外界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第一个闯进这个当时陕北的苏区做实地采访的就是埃德加·斯诺，是美国的新闻记者，他有了这一部书，是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一个代表性、世界代表性的一个新闻记者。这本书，左边这个红色的那个封面的是在1937年英国出版的第一版，黑色的呢是在第二年1938年在美国出版的美国版，都是英文版。右边的是1938年，就是英文版出版以后几个月就出版了中文版。中文版在1938年2月份吧，在上海出版。读过这本书，感激感动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因为里边描写的是苏区的老百姓的很活泼的生活的样子。毛泽东自己也对斯诺讲述过自己的前半生，所以作为一个历史资料看的话呢，也有很大的一个价值。到现在为止，比如说毛泽东在给斯诺讲述自己的前半生以后，不再讲述像这样详细的讲述自己的前半生，所以作为历史材料、历史资料的话呢，也是属于第一流的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也可以这么说。比如这部书这个改变了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比如1938年读这个西行漫记以后，感觉发生了很多变化，参加中国革命的也很多。在日本国内，特别是日本战后，读这部书对中国感兴趣的，或者支持中国革命、支持毛泽东的日本青年也非常非常之多。我过去其实也是这样的学生之一，像大家一样，大概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第一次读到了这部书。因为那时候是8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毛泽东也不在，所以那时候的我对这部书没有过去的学生一样的感激，但是呢读了这部书还是觉得不少震动吧。过去毛泽东究竟是这么一个人，中国革命是这么一回事，心里还是觉得很感激的。当然我后来没有参加什么革命的活动，现在留在大学念硕士博士，现在是大学老师的了但是对中国革命、毛泽东这个人的这个兴趣呢，还现在还留着，还保持着，是因为我现在研究这个中共党史的一个渊源就在这部书里边。那这部书原来的名字是《红星照耀中国》，但是在中国出版中文版的时候，把题目改为《西行漫记》。这个缘由大概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吧，因为《红星照耀中国》这部这样的一个有刺激性的这个书名呢，对当时的这个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是不能允许出版，所以中文版的这个书名改为《西行漫记》，这样比较模糊一点的这个题目，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勉强出版。那就下面就看一下很著名的毛泽东的两幅肖像。这两幅肖像都是毛泽东
接受这个斯诺采访的时候，斯诺拍摄的照片，特别是右面的这个头戴着八角帽的照片是现在非常非常的普及，人们一想起这个陕北时期的毛主席，就想到的就是右面的戴八角帽的这个相片，左边的这个相片也是斯诺拍摄的，但是跟右边的这个相片相比的话呢，没有右边的那么普及，但是两张都是斯诺在1936年，36年夏天到秋天去陕北采访的时候，他自己拍摄的照片。这个比较两张照片，不知道大家觉得有什么样的感受？左边的这个照片是往好里说是很朴实，但是往坏里说是有点土气，不像这个革命运动的那个领袖，好像是一个乡下人。相比之下，右边的呢是戴八角帽的这个毛主席，是可以说服装也整齐一点，精悍点，很帅气，也可以说是很像这个革命运动的领袖这样的一个模式，给人的这个印象也可能是右边的是比较好一点，左边的是比较差一点。但是呢，这里需要提出的是，斯诺这个人在出版自己的英文著作的时候，使用的都是左边的那个比较朴实一点的这个毛主席毛泽东。这个斯诺的这个《红星照耀中国》这部书第一次出版是1937年，第二年在美国出版了美国版，内容几乎是一样。后来在1968年，斯诺出版了修订本。现在可以说，这个斯诺的主要这个版本有这三个版本。这三个版本使用的都是左边的这个比较朴实点的毛泽东，右边的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毛泽东像呢，在斯诺自己的著作里一次也没使用过，可能是这个事情呢，可能在座的这个老师们也可能不大熟悉的啊。那我们为什么右边的那个毛泽东肖像看过多次，那么普及的呢？两张都是斯诺拍摄的。但是斯诺从来没有使用过自己的著作中，没有使用过右边的这个八角帽的这个毛泽东。那是因为斯诺在发表自己的英文著作之前，曾经在不同的刊物上，英文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这个采访录，也发表了不少这个他采访的这个照片。比如说右边的这个毛泽东呢，第一次发表是在美国的一个画报，生活画报，英语名字叫《Life》。这个《Life》是美国有代表性的画报，当时创刊不久，就刊登了这个斯诺交给他们的这个陕北来的这个照片。这个右边的戴八角帽的照片呢，因为是拍摄的比较好一点，这个《Life》杂志第一次刊登以后，很多其他的刊物都转载了这个毛泽东的相片，在中国也，其他国家也都传播开来，所以我们很非常非常的熟悉右边的这个照片。那么这里有一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斯诺为什么在自己的著作中选择了左边的比较拍的比较差一点那个照片？为什么没有用右边的拍摄的比较好一点的这个毛泽东的英姿？有几个原因可以研究。第一个是版权的问题，大家可能知道，西方的媒体对版权或者使用权照片的使用权比较严格一点。右边的照片呢，因为斯诺是第一次是卖给《Life》画报社，把使用权和版权都卖给了这个画报，所以以后他不再有自己的使用权，自己的著作里没有权使用右边的这个照片，所以斯诺呢，只好把自己的这个著作里，把左边的这个照片一直使用到1968年，这是一种解释，因为是版权已经卖给了这个其他的报社，斯诺自己只好用其他的这个毛泽东的肖像，这是一个解释。那另一个解释也可以成立，那是左边的这个毛泽东的比较朴实的这个印象，正符合斯诺的审美观和他的这个价值观。这个斯诺
他对毛泽东采访、听取毛泽东的前半生的自述的时候，斯诺也讲述过这样的一个比较有奇特、有意思的这个情景。毛泽东呢，一边谈自己的前半生，突然揭开自己的腰带裤，裤腰带，把里边的虱子抓起来抓虱子，一边抓虱子一边谈自己的这个前半生。这个事情呢，给斯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自己这个《红星照耀中国》这部书里，这个斯诺也讲述了这个毛泽东这样一边抓虱子一边揭开裤腰带的这种情形。所以也可以说，斯诺是非常喜欢毛泽东的这样比较朴实的、这个不摆架子的那种自然的姿态。所以左边的这个比较朴实点的这个毛泽东的相片，正符合斯诺的那个毛泽东的这个印象和斯诺的这个审美观、价值观，所以一直使用着这个左边的朴实一点的毛泽东，这也是一个解释。哪一个解释对呢？我一时是没有好的这个答案，也只能说这两种可能性，一个是版权，一个是左边的是符合斯诺的这个审美观。毛泽东究竟是怎么一个人？是在斯诺发表这两张照片以后，世界才知道，外界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李旭是这么一个人，那这个斯诺的照片发表以前，那究竟外界对中国共产党或者共产党领袖有什么样的印象或者什么样的信息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谜。过去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所谓毛泽东有关毛泽东的信息是斯诺的这部书提供的，比如他的前半生也好，或者他讲述的中国革命的情况也好，都是听起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前半生的自述以后，很多人都知道是中国革命毛泽东是怎么一个人。那斯诺的这个采访活动，1936年的采访活动以前，那外界对毛泽东有什么样的印象或者信息呢？那就我们就看一下，当时共产国际的个人档案的毛泽东，就是现在保存在莫斯科的那个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毛泽东的最早的个人档案。因为这个毛泽东是在1949年前一次也没有到过国外，当然是莫斯科也没去过。当时中共的中央领袖当中，他是唯一49年前到过莫斯科的人。这个档案呢，个人档案是在1935年填写的，当然那时候毛泽东还在国内，是这个档案经历也是别人替毛泽东填写的东西。把重要的部分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首先是上面他的姓名，当然是毛泽东，是俄文是这么写。那下面是他的职务，现在的工作，写的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这个说法、这个写法是对的。当时毛泽东，1935年的时候是在中共的这个中央的政治局委员。附带的说一下，这个下面有这个文件的这个填写的日期，写着1935年11月27号，这是共产国际留下的毛泽东的最早的经历表。那1935年11月的话呢，毛泽东和他的中共的中央一起把长征进行到陕北，刚到陕北的时候，当然那时候莫斯科没有直接可能这个记录过这个毛泽东的这个经历的人，所以可能是这个右下面是有一个这个文件的这个填写文件的人的名字，应该是俄国人，这意思是看不清是他是什么名字。那应该是这个俄国人是听取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共的其他的领导人的话，来填写了这个他毛泽东的档案。这个档案里边有趣的是下面的他的生年，毛泽东是生年，这个档案里没有写，是留下空白。这说明当时莫斯科的领导人或者共产国际这个组织
对毛泽东是哪一年生的，现在多大岁数，没有信息。说实话，毛泽东是哪一年生，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他是1893年生的，这个信息也是斯诺听取以后发表文这个毛泽东的著述以后才明白的一个事情。之前呢，毛泽东是哪一年生，一直没有什么信息。这个连共产国际，这当时指导共产党的一个国际组织的那个总部也不大知道毛泽东是哪一年生，多大岁数。那下面是他的出生地，只写中国。我们当然知道毛泽东是湖南韶山的那个农民出身的人。过去这个1937年那时候，共产国际方面对这些毛泽东的详细的出生地没有材料。那他的阶级出身是什么呢？写的是小地主。毛泽东他自己的家庭情况详细的讲述，也是对斯诺给讲的是第一次。他自己说：“我家里父亲原来是中农，后来就富农。”有这样的一个讲述。那反映这个不知道是这个小地主这个说法是哪里来，但是共产国际当时已经把握着毛泽东是小地主出身的一个革命家啊。但是这个信息也不能说是错误的，大致上是符合当时毛泽东的实际上的出生阶级。那下面是他的入党年龄，他是写着这个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这是反映真实情况的。毛泽东是在1921年参加了上海举行的中共一大的人，所以说他是1921年入党是没错的。那下面还写的那个他的教育程度，写的是高等师范，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毕业生，原来是受到了高等师范的教育啊。那下面是他的父母，父母也当然也是小地主啊，因为他自己是小地主家庭出身，那父母也是小地主。下面所写的部分是他的主要的经历，写的大致上是这样一个内容。他是中共一大以来的中央委员，也担任过广东农云讲习所的所长。上面的一大以来的中央委员，这个说法是稍微不对。比如说是中国一大的时候，毛泽东不是中央委员，后来也不是一直都做着中央委员的，这个是所以这个信息是不正确的。但是后面的这个担任过广东的农渔讲习所所长，这是真的是符合真实情况的一个信息。关于毛泽东的这个经历写的就是这么点，是非常非常的简单。比如其他访问过莫斯科的中共领袖的这个个人档案呢，写的比这里丰富得多，比其他的人，比如说是王明也好，朱德也好，周恩来、刘少奇的，都比这个详细的多。相比之下，毛泽东的这个信息，连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就是1935年，就是斯诺访问陕北根据地以前的莫斯科的情况。那么下面我们接着看日本外交当局对中共或者毛泽东有哪些信息，哪些形象。一篇1937年日本的外务省情报部发表的文章谈支那共产军，这个外务省就是相当现在的这个外交部，外交部下面有一个情报部，这样一个搜集国外信息的一个部门。以这个部门的名义发表的是谈支那共产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红军的情况的这个一篇文章。是发表在什么样的刊物呢？是在日本的一个叫《周报》的一个杂志。这个《周报》是日本的内阁印刷局，就是日本政府直接发行的一个刊物，是公开发行的刊物。发表的是1937年8月份，就是抗日战争、中日战争的卢沟桥事变刚爆发不久的时候发表的分析中国共产党红军的这个文章。里面写，因为是实际上刊行的是37年8月份，那实际上执笔的时候，这个抗爆这个这个战争还没有爆发，主要讲述着这个红军和这个国民党和这个中国共产党谈判之下，要不要缩编
的这个时候写的文章，所以内容呢是反映出来的是长征结束以后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的中国红军的情况。这个文章呢是当时日本外交当局也以为日本才是理解中国最深入的一个国家，所以这里反映出来的情况呢是可以说是当时日本的这个情报工作的一个最好的部分，也可以这么说啊。这个文章呢，顺便也介绍了几个中国革命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这个相片。这个因为是字太小，要扩大一下。就这两个人，这究竟是谁？就是请大家猜一猜。左边这个头戴礼帽、留胡子、长得很胖的这个人，是这里写着“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是哪是谁？啊，应该是对，是毛泽东。哎，你们查看，你们看，这毛泽东吗？这是当时日本这个外交部的一个情报局公布的材料，说左边的这个人是毛泽东。这个人长得很胖，与其说是革命家，不如说是资本家或者经理，这个公司经理，给我们留下的是这样的一个印象。那右面的那个是可能大家可能会猜是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有这样的一个他的名，当然是朱德。这个人是朱德，当时日本外交部的这个烟幕当中，中国共产党的两个领袖是这样一个印象。那个朱德的，刚才毛泽东好像是个公司经理资本家，那么右边的朱德呢，给我们的印象好像是像法兰根斯坦的怪物这样的一个印象，这个面目很狰狞。总之，这个不过怎么样，这个两幅都不像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毛泽东和朱德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令人不可思议的这个照片出来呢？我们下面就要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讥笑当时的日本的外交部当局，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是毛泽东是怎么样一个人，但是呢1937年8月7月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很多人都对毛泽东、朱德没有什么信息，他们长得怎么样谁都不知道，所以当时日本的这个政府提供了这些信息，很多人可能都信了应该是这样看，不能简单的把现在的高度来讥笑过去的认识的。那么这样的情况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的日本当局的这个情况。那下面那就我们看一下30年代毛泽东的这个形象，特别是他的相片在世界上有哪种有什么样的情况。这个首先要介绍的是，左边是在法国发行的宣传中国革命的小册子，书名叫《近日之革命中国》，在法国在1934年发行的一个小册子。左边是它的这个封面，右下边呢写着这个编者的名字，是上面是王明，上面写的是王明，下面是康兴，就是康生，以著这个在延安整风的时候以整人太著名的那个康生和这个共产国际工作过的王明，两个人可能在莫斯科编辑，然后拿到法国，实际出版的是左边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那个《今日之革命中国》当中有一幅毛泽东的相片，就是中间的那个毛泽东的相片。这个毛泽东据我看是很像毛泽东那右边的呢是在同一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一种也是介绍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一个小册子，
我估计是边角，实际上是一样，一个是还是这个王明和康生这边的。右边的相片呢，跟中间的相片比较的话呢，可以知道是几乎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做点稍微做点加工而已。那么中间的这个毛泽东的相片是哪里来的？我们要看这个他的这个信息的来源。这个照片是从这个集体照片来的。这个左边的这个照片是在1927年3月份在武汉拍的照片，是国民党，中国国民党的二届三中全会的委员的这个合影。1927年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所谓的这个国共合作时期，他们在武汉共同成立的这个武汉革命政府。毛泽东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参加了这个委员的会议。因为这个照片太小，毛泽东在什么地方？前面坐着国民党的要人，比如说是宋庆龄啊、宋科这些人还坐在前面，毛泽东就在这里。因为图太小，就要扩大一下。不知道大家看得见看不见？这是当时27年的毛泽东。这个毛泽东的这个相片呢，跟中间的照片相比较的话，就发现中间的这个法国出版的那个毛泽东的相片是从27年的这个合影过来的。正好这个后边坐在毛泽东后边的人的这个胳膊，在中间的这个照片啊，可以反映出来，所以知道这个中间的这个照片是从这个合影过来。那右边的这个在莫斯科发行的这个刊物上的这个肖像呢，是做点加工，把后边的胳膊的那个部分取消，再好一点的，那就再做加工点的，就是右边的在莫斯科发行的这个毛泽东的相片。所以这样相比较的话呢，就知道这1927年的毛泽东的这个小相片呢，就拿到莫斯科去，因为这个27年国共合作的时候，苏联是支持国共合作的那个中国革命运动的最大的一个友邦，所以有人可能把这个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时期的照片拿到莫斯科去。那莫斯科呢，得到这个照片以后，就分析这是毛泽东，把毛泽东的部分扩大一点，加工点，就发表在他们的这个刊物上。这是在莫斯科和其他国家，这个法国和莫斯科的革命刊物上的毛泽东的形象。那么这个27年的毛泽东的像呢，现在再做点加工以后，就发表在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的所谓的这个毛泽东的画传之类的东西。下面的这个照片是大家可能看过，或者是一般的照片，说明是1927年的毛泽东。这个照片是和上面的这个照片刚才的那个合影比较的话呢，就发现这个也是27年的照片，做点加工，再让它再好看一点的。那么这个复制毛泽东的形象，就是刚才介绍的那样，在莫斯科就这样加工。产生了毛泽东在莫斯科的形象。按照这个中间的这个毛泽东的肖像，再加工点临摹的，就是这幅这个毛泽东的相片，毛泽东肖像。这个右边的可能大家没看过，应该没看过的所以这个单独看，光看这个右边的这个毛泽东的肖像，很多人可能认不出来是毛泽东，但其。这个像下面的这三张照片，把三张系列的看一下，就发现右边的这个毛泽东的肖像也是27年的这个合影演变过来的。那上面的是一个是刚才介绍的苏维埃中国，就是介绍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小册子。右面的这个苏维埃在中国也是同样在1934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一个小册子。除了这些介绍中国革命的小册子以外呢，还出版过毛泽东的个人的传记。下面的是这个也是在苏联莫斯科出版的一个叫《国外》的一个刊物上，1934年11月份发表的毛泽东的一个传的插图肖像。这个肖像也是27年的照片来的，
这个照片呢，后来再重新印了一次，是在共产国际这样一个共产国际的一个机关刊物上发表过毛泽东的个人的传。这是1936年发表的文章，《毛泽东传》里边插图有这样的毛泽东的肖像。所以这样观看他这个一张一张的话呢，就有的时候。有点不像毛泽东，但是这样相比较的话呢，就发现都是一系列的这个革命肖像的发展。特别值得我们注目的是，这个莫斯科发行的那个国外的一个毛泽东的肖像和他的这个个人传。这些国外的这个毛泽东的形象，因为中国这个党史学界过去对国外的资料比较。研究的比较少一点，所以过去没有人研究过这些国外的毛泽东形象是怎么一回事的。去年是正值这个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出版了很多很多书，也很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但是这些国外的毛泽东形象是怎么一回事？据我了解，研究的一篇或者一部书都没有。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可能是中国介绍的第一次的一个照片。特别是要值得注目的是那个国外的那个现在那个点列的那个照片。这个照片是在1934年苏联的国外这样的一个杂志上发表的《毛泽东略传》。这部书这个个人传记有哪些价值呢？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是在中国国外最早发表的毛泽东的个人传记。以前毛泽东在国外从来没有发表，就是没有人写过这个毛泽东的传，写这个个人传的是一个俄国学者叫艾伦堡。这个艾伦堡是可能杨老师可能比较熟悉一点，就是那个现在美国有一个潘佐夫，研究这个中国革命史的一个专家。潘佐夫的这个外公就是那个艾伦堡。这个艾伦堡这个人是中国历史的专家，在莫斯科的大学和研究机关教过书，也来过中国。二十年代的中国的大革命时期，听说是来过中国，所以可以说是中国历史比较熟悉的俄国学者。他在1934年写了一个毛泽东的这样的传，这个传可能也。在中国国内，过去没有人注意过，因为潘佐夫教授把这个照片给我提供，经过我翻译以后，去年在中共党史研究这样的刊物上发表过，所以这个毛泽东的这个传，感兴趣的同学，那就比较那个请翻开那个去年中共党史研究这个杂志的第十一期。这个文章只有1页半的这个分量很少，写的内容也是比较粗一点。比如毛泽东哪一年生也没有写好啊，因为当时莫斯科没有人知道毛泽东是哪一年出生。刚才就像这个共产国际的个人档案介绍的那样，过去没有人知道毛泽东是哪一年。但是这里已经产生了我们所比较熟悉的毛泽东的那种，革命家的一个品质，他的这个为人。第一个要注意的是，已经写好了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伟大领袖，里边写着毛泽东在农民中间，他与农民一起站在斗争的中心，就反映出当时苏联或者莫斯科对毛泽东的有哪些评价，我们可以。这几个这个技术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可以说当时苏联已经高度评价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的品质。这个后来，苏联有一个《真理报》这样的一个刊物，也发表过毛泽东的这个传记，但是这个《真理报》的传记也是根据这个34年的。这个毛泽东略传来写的，所以这个毛泽东略传给后来的这个
苏联发表的《毛泽东传》起的作用是相当多、相当大，我可以这么说。除了这个对毛泽东做农民运动的伟大领袖做评价的同时，也引用着毛泽东的非常著名的革命报告，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内容，也原封不动的反映在这个传里边，就是那一句"这个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虚化"，这个很著名的那一句已经引用在毛泽东的这个个人传里边。这里的记述还有比较我们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描写的毛泽东是病弱的革命，就身体很弱，特别是这个患者这个肺病患者的毛泽东形象已经写出来。而且这里的毛泽东是贫农出身，和刚才的那个共产国际的档案是不一致。当然是这样的一个宣传毛泽东中国革命家的传里边，说出身是贫农是更理想一点。当然，虽然和这个现实是稍微有距离，但是还是贫农出身的革命才是一个革命家的一个很好的形象。那就是，比如说里边的这个文章说着，尽管健康状况不佳，毛泽东依然是千里委员会的领导，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从这些技术就可以知道，这个当时的莫斯科对毛泽东有比较高的这个评价。过去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毛泽东一直是受到莫斯科或者共产国际的压制，毛泽东一直不满。但这看这些文章以后呢，就我们发现莫斯科已经这个相当高的这个对毛泽东已经有了相当高的评价，并不是像过去时候那样一直压制着毛泽东，一直看不起毛泽东这样情况。这种情况杨老师已经也写过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研究啊，所以呢我这次发表这个发现的这个文件也和杨老师的这个说法有一致的部分。还有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下面的那个拿着雨伞的革命家的这个形象，从这个时候已经出现，说是这个手持雨伞、农民风貌的瘦高的年轻人，就是毛泽东的形象。我们一听手拿雨伞的革命家的毛泽东，当然就想起这幅这个毛泽东的画像，这是毛泽东毛主席去安源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文革时期发表的毛泽东的肖像。这里的毛泽东是右手拿着雨伞。为什么这个毛主席去安源的毛主席拿着雨伞呢？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画家跟当时的这个安源的老工人采访的时候，老工人说当时青年时期的毛主席是穿着长衫拿着雨伞来安源，所以那个画家呢根据这个老工人的说法，把毛泽东让毛泽东拿着雨伞。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这个六七年时候的这个画家或者他们的安源的老工人也好，他们没有看过这个苏联发表的那个1934年的毛泽东传，而且这个1934年写毛泽东传的这个艾伦堡这个人也从来没有去过1923年的这个安源，或者当时这个同一时期的中国去中国看毛泽东，他们也没看过。那写这部毛泽东略传的俄国人为什么会有毛泽东手拿着雨伞这样的一个形象呢？这里我有一个解释，当时中国人是拿雨伞的民族，一般所谓军队士兵行军是从来不带着什么雨伞，士兵不带雨伞行军。但是呢中国的军队特别是军阀民国时期军阀的军队是不一样，他们怕下雨，拿着雨伞一下了雨就带雨伞行军。所以很多国外的专家，一般国外的这个军队，像包括日本军在内，都看不起中国军队，就像这个小学的那个远足一样，根本不像这个所谓军队，是看不起中国军队。这些中国人是拿着雨伞这样的一个形象，可能流传到国外
流传的比较广一点，日本人也有这样的印象。当然，当时的这个苏联的那个写毛泽东传的人，也有同样一个印象。当然，他把这个毛泽东写成拿着一个雨伞，不是这个贬义，不是贬义。爱登堡可能认为，中国人是一般老百姓都是拿着雨伞，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形象，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他，应该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一种先入观吧，所以把让毛泽东拿着雨伞的一个革命家描写成这样的一个写法啊。那么现在就整理一下，在莫斯科在苏联毛泽东形象是怎么样变化的，就是再一次概括一下，从1927年的照片开始，上面的是介绍中国革命的小册子里边的这个毛泽东的肖像，下面是毛泽东个人传里边的插图肖像，都是来源是1927年的照片，或者根据这个照片来绘制的啊，临摹的。那刚才介绍的这个共产国际的这个毛泽东的肖像，是左边的这个肖像，是在共产国际的这个肖像，在同一期的共产国际这个杂志上也同时刊载了这个朱德的传。这个画家可能是一个人都是根据某种这个照片来绘画的。那左边的是毛泽东，就像刚才我说的那样，从1927年照片来的。那中间的这个朱德，乍看一下好像不是朱德，但是这个人确实是朱德。左边的照片是1922年朱德从上海出院的时候在上海拍的照片。那时候朱德是从上海出发，先到欧洲，在德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然后呢再去莫斯科，在莫斯科的军事训练班学习现代军事，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人。所以朱德在向这个西方出发以前，在上海的照相馆拍了自己的照相，然后把这个照片拿到莫斯科以后呢，把他自己的照片提交给莫斯科的像共产国际这样的机关，保存下来的照片呢，后来画朱德肖像的人所模临，结果就发表在这个共产国际的这个刊物上的朱德传的一个插图了。所以这个左边的当然是那个朱德呢，是这个蝴蝶结里，但是这个莫斯科厂商的这个肖像呢，因为是个蝴蝶结领，是很不像革命家，所以变为这个一个立领的一个军事装的一个革命家的。但是相比较的话呢，就发现这个两幅这个相片原来是一样的一个来源。那么我们看这个中间的这个朱德呢，和刚才的那个我刚才介绍的日本人画的这个朱德相比较的话，就发现这确实是朱德，当然是这个绘制的比较粗一点，比较确实是粗劣一点，粗劣，但是跟左边的这个两幅图片相比较的话呢，可以毫无疑问的断定那确实是朱德没错。那同样的事情从毛泽东的这个肖像看来是怎么样呢，相比较以后我们发现这个毛泽东的情况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啊。从左边的1927年的毛泽东发展成中间的这个毛泽东是可以理解，但是这个毛泽东为什么会弄成这样的一个大胖子，就是个谜底啊。为什么会有了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变化，那就下面就我们探讨为什么日本产生了这样脱离实际的一个毛泽东像的一个情况了。这个这里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包括我们或者包括历史人物在内，人们不一定是
历史上不一定是根据正确的信息去行动的，有的时候呢，按照错误的信息去持有错误的认识，进而按照错误的认识去判断的、去行动的，历史上有这样的事情比较多一点。那么，那些错误的信息是怎么样发生的？比如说这里的这个毛泽东，这个大胖子的毛泽东，这个错误的信息是怎么样发生的？怎么样传播开来？最后怎么样被人们接受？探讨这一系列的过程，也是我们搞历史的人的这个一个重要的任务。我个人是这样想，那就探讨一下，那毛泽东的形象在日本有哪些发展，有什么样的发展，哪些变化？我这里介绍几幅这个早期的毛泽东的相片。上面的是左边的是日本的报纸《时事新报》在1933年。发表的这个毛泽东的肖像，右边的呢是日本的东京日日新闻，也是著名的日本的著名的报纸，在1937年1月份，发表的毛泽东的相片。很容易看出，这两张照片都是来自27年的这个毛泽东的刚才说的合影来的。除了这些来自27年照片的东西以外呢？日本还有经由莫斯科过来的毛泽东的相片。这个经由莫斯科的相片就是那个刚才介绍的这里。这个苏联曾经在1934年出版的小册子上有这样的一个毛泽东的肖像。这个肖像呢，经由莫斯科以后回到日本来，产生了这两种同样的一个肖像。下面的是日本朝日新闻在1936年11月，发行的报刊上发表的这个毛泽东的肖像。那下面还有一张，完全是一样的一个毛泽东的肖像。这个肖像是发表在哪个刊物呢？这里是要注意一点，字太小一点，是在1936年6月份。在日本一个世界知识的一个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赤报毛泽东传》，有这样的一个插图。写这个文章的这个作者是近师真一郎，这是近师真一郎是一个笔名，他的本来的名字是波多野千一。再扩大一下，这个波多野千一是日本战前比较著名的中共研究专家啊。他在1936年写的一篇《毛泽东传》里边，做一个幅图，这个做一个插图，刊载了这个来自俄国的那个毛泽东的相片。当时这个毛泽东是在斯诺的著作当中是一个红星，后来在新中国红太阳，但是这时期的毛泽东呢，还不是什么红星红太阳，是一个赤豹。有这样的一种外号吧，这个波多野写的这篇文章内容是比较杂一点，有很多不正确的记述，但是这个文章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提及到两张有关毛泽东的相片，他说，至于他的照片，2年前看到的是瘦脸，颧骨甚高，但最近目睹的却是圆脸。他说他看过两张毛泽东的照片，以前看到的是长得比较瘦一点，最近看到的是比较胖一点。后面也说根本不像肺病患者。这个肺病患者是我刚才已经介绍了，当时已经有毛泽东有健康这个身体状况不佳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相当普及。过去我记得是大概是1930年吧，共产国际的这个刊物上也发表过毛泽东的讣告，他已经死了，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信息也曾经发表过的，就是说毛泽东在1930年因为得这个肺病，在福建的前线去世，也曾经确实发表过这样的一个讣告，当然是这是个错误的报告，后来就毛泽东是一直是很健康的。但是这个文章里边也提到毛泽东已经过去是肺病患者所以过去的肺病患者现在最近看到的照片当中
庞的留言简直好像公司经理，令人甚为惊讶，有这样的技术。那么这个中共专家，日本人的中共专家波多野千一，他们那里好像有两张照片，过去照的和最近照的，我估计是这么一回事。波多野在1936年谈到的两张照片，一个是两年前看到的，是瘦脸颧骨甚高的，另一个是最近目睹的，是胖的留言简直好像是公司经理。我觉得应该是两年前看到的是这幅照片，是他作为一个插图引用在自己的文章里边的这个东西。那波多野最近得到的胖的留言好像公司经理的那个照片是什么呢？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幅照片。这个波多野千一就是刚才我像我所说的那样，是代表日本战前的一个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收集了很多很多中国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材料。还值得要提的是他的经历，就是他在1935年以后任外务省情报部的特约顾问，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过去是研究专家，也当过这个报纸记者，但是35年以后就担任了外务省情报部特约顾问。这个外务省的情报部不是别的，就是那篇这个周报的文章的作者，就是我刚才介绍的那个这个周报的那个谈支那共产军的那个这个作者，就是这个情报部。那么也可能这个波多野就是那篇文章的实际上的作者，1937年的这个谈支那共产军的这个著者，实际上应该是这个波多野这个人。那波多野那里我们可以说有几种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照片或肖像，至少可能有这三张，两张是毛泽东的，一个是两年前照的，一个是他最近得到的，另一个是朱德的这个肖像，从共产国际这个刊物来的。那波多野写这个周报的那个文章的时候提供了自己的材料，那朱德呢提供了这个，他手边有两种毛泽东的相片，他最后选择的应该是这个。这样就为什么周报那个刊物上有这样莫名其妙的这个两张照片，这个谜底是基本上是可以解开了。但是还留着不少问题，为什么有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为什么这个波多野那里有那么莫名其妙的材料，有没有线索？有一个线索，其实这个周报发表的那个文章除了两张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以外，还有一篇还有一张照片，那就是红军炮兵的照片。这个外务省情报部的那个刊物上呢有这三张照片。那这个炮兵的照片哪里来？这是一个线索。这个炮兵的照片呢实际上有来源，你看一下，这是周报的那个红军的炮兵的这个照片，有一个来源，就是这个。相比较两张照片是一个照片，是一样照片。那右边的这个照片是哪里来的呢？是救国时报。可能研究过中共党史的人可能看过或者听说过这个报刊的名字。救国时报是在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编辑，实际上在巴黎发行的刊物，五日刊，每五天刊一次的一个定期刊物，实际上在莫斯科编辑，但是出版的时候因为莫斯科这个巴黎比莫斯科方便，实际上在巴黎发表的，巴黎出版的一个中共系统的中国共产党系统的刊物，在1937年4月15号的那个报纸上有这个红军炮兵的一部这样的一个照片。相比较的话呢，
日本周报的这个照片是从这个巴黎的《救国时报》来，是一目了然，一目了然。这个《救国时报》的照片又是哪里来？这也是要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也是有来源，《救国时报》当然虽然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办的刊物，但实际上他们没有能够在陕北的红军做采访。这个照片是从这个照片来的，相比较一下，那也是一个照片。这个照片是谁拍的呢？就是斯诺拍的。在斯诺的这个《红星照耀中国》的1938年的版本里，有这个照片，有这个照片。但是这个有一个矛盾，斯诺的出版晚一点，《救国时报》的出版的早一点，有颠倒，不合逻辑。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还是要看看它第一次出现在什么刊物。我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斯诺在自己的这个著作出版以前，曾经把自己的照片发表在其他的这个定期刊物上。这个红军炮兵的这幅照片也是第一次发表在《生活画报》上，在1937年2月份发表。这样的话呢，就符合逻辑。斯诺首先在《Life》上发表，《救国时报》的编辑部看了这个《Life》杂志上的这个照片，就引用了这个，转载了这个照片。所以呢，三个照片这样罗列一下，就发现这个 Life 上的这个炮兵的这个炮声，仔细的看一下就长一点，比其他两张长一点，比其他两张这个炮声，左边的那个炮声的部分，那就说明《救国时报》转载的时候，这个左边的地方这个是把修掉了。那《救国时报》的东西和这个《日本周报》的东西相比较的话呢，尺寸比例都一致，都一致。那么这说明本来的这个原照片就是 Life 的，经过修剪以后就发表在这个巴黎的《救国时报》上。再后来，日本的这个周报的编辑部不知道是什么一回是怎么用了什么途径，就找到了《救国时报》的东西，把这个照片拿到自己的刊物上转载，有这样的一个迅速，这样的一个迅速。那个《救国时报》这个报刊转载的照片，只有这个炮兵的照片呢？那不是的。其实相比较以后，就发现毛泽东的这个照片也曾经由《救国时报》转载过。所以呢，就可以这样做一个推测。波多野就是给周报提供稿子和这个材料的日本中共党史专家，那里有几种照片，除了自己的这个资料库的自己的东西以外，他可能目睹过《救国时报》的一些照片，所以他在发表这个在周报上发表文章的时候，把朱德的东西拿自己的东西提供给这个杂志。这个背景呢，还是有点要说明。这个斯诺他在陕北采访的时候，朱德正好不在陕北，所以这个斯诺的著作当中没有这个朱德的照片，所以这个波多野呢，就可能找不到这个朱德的照片，把自己的这个收藏库里的资料库里边的东西拿出来给周报。那红军炮兵的东西呢，波多野自己的资料库里边可能没有，所以借用了来自《救国时报》的东西。那最后留下的问题是毛泽东，波多野最后选择的就是这幅毛泽东，不是别的。为什么这样？他为什么做了这样的选择？其实这个《救国时报》就像我刚才所解释的那样，也有毛泽东的这个戴着八角帽的肖像，也有这个周恩来骑着马的那个照片，也曾经都在《救国时报》刊载过的。
而波多野呢，恰恰把这两张没有用，没有在自己的这个著作当中没有使用过，是怎么一回事？需要解释。一种可能是波多野呢是偶然的找到这个刊登这个炮兵的那一期，其他的这个期刊，其他的期这个其他的七号的那个《救国时报》在波多野那里没有，所以他没能用这个毛泽东戴八角帽的照片以及这个周恩来的这个照片，也可以这么，可能也可以这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那当然，这里的这个一系列的过程当中，存在着那个波多野的一种选择，如何传达中国所谓赤非的形象。如果他们知道《救国时报》曾经有毛泽东的这两张照片，特意没有用，那就可以说明波多野对这个两幅照片的作用，积极作用，做了否定的态度，不敢再用，因为产生了对日本人民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不能传达这个正面形象的这个革命家。但究竟是为什么他没有刊用这个《救国时报》的这些来自这个 Life 的这个照片呢？还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谜底，没有明确的，我还找不到这个明确的答案。好的，那就这里要再次介绍一下，再次整理一下这个毛泽东形象的这个演变。是左边的就是1927年的毛泽东的照片，后来经过复制加工以后，发表在苏联和西方的革命刊物上，然后再经过复制或者粘贴，就来到日本专家的收藏品，就是波多野的收藏品。当然，除了这个来自西方苏联西方的革命刊物上的东西以外，有出处不明的这个胖子的肖像，哪里来是意思还是搞不清楚。另一个系统是从斯诺过来的东西，斯诺拍摄的照片，在1936年拍摄的东西呢，后来在美国的《Life》杂志刊载过。这个《Life》上的杂志的这个《Life》杂志上的这个相片呢，后来又由巴黎的《救国时报》转载。这个转载的东西后来又来到日本专家的收藏品，把这些来自不同的这个照片集合在日本专家的收藏品以后，他把这个东西提供给日本政府发行的周报，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呢，斯诺拍摄的照片终于在1927年秋天或者1938年一月，作为一个单行本发表了，就是那个《红星照耀中国》。《红星照耀中国》，那《红星照耀中国》正式出版以后呢，是过去的这种错综复杂的信息的流通，以及那种复杂性所带来的不正确的信息呢，告了一段落，就我们就熟悉的那种毛泽东形象的时代就这样就开始。所以这些形象或者这个印象的这个传播的过程，斯诺他的这部书的作用还是非常非常大。过去的复杂的局面结束了，这里从斯诺的著作开始，就开始我们所熟悉的毛泽东的肖像的时代啊，也可以这样整理。今天我讲的是比较简单复杂但是比较简单的故事。那我们可以吸取哪些教训呢？日本当局，就是刚才介绍的日本的这个波多野千一，他使用了和毛泽东没有关系的照片，他的用意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有了这样的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情呢？可以做两种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如果日本当局，就是日本外交部的情报部，真的以为毛泽东是个大胖子，把那个胖子的照片发表在他们的刊物的话呢，可以说日本发动的那次侵华战争是可以说是一场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的战争。这个抗日战争就是日本的所谓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
日本当时的这个陆军大臣上上元这个人向天保上座担保说，这个中国的这次的战争呢，一个月内一定会解决。他自信的有这句话向天皇保证，但后来的发展，当然大家都熟悉，一个月打了一个月，一年、三年、五年没有打好，最后没有打好，尽管不仅没有打好，就最后就输给了中国。那根据日本当时军部或者陆军根据错误的认识发动的那个战争，最后就以非常悲惨的形式结束。那起源也可以说，日本当时对自己的敌人不大熟悉，没有缺乏了解，那发动的战争当然是败仗，败仗，这是一个解释。那另外还有一个解释可以这么说：如果是为了制造负面的形象而做的舆论导向，就是他们当时日本外交部的情报部明明知道这不是毛泽东，但是特意把这个负面的那些大胖子的毛泽东介绍给日本国民，那他们的用意所在，那我们还是要考虑。也可以说，这是日本当时政府的一种愚民政策，给老百姓提供一点不可靠、不正确的信息，来向导，就是所谓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态度。反映在毛泽东的相片上面来其实日本外交当局发表了那个大胖子的毛泽东的那个肖像的时候，其实民间刊物已经转载过嘛这个斯诺的这个采访记，这是世界知识杂志在1927年7月份，比刚才的周报早一个月。早一个月发表的这个斯诺的这个采访录，这个世界知识这个杂志就是那个以前出版《赤报毛泽东传》的那个刊物，所以我估计外务省情报部的人可能知道过或者读过这个刊物，因为是同一个刊物吧，一个人曾经写在这个杂志上写过文章。后来，这个文章转载了斯诺的采访记，也转载了毛泽东的照片，斯诺的照片和贺知贞，就是那个左下面的，就是当时毛泽东的太太贺知贞的照片。这幅照片其实，在周报前一个月，在日本的报刊上已经发表了。除了这个照片以外呢，还有一篇文章也曾经介绍过毛泽东的这个戴八角帽的相片，就是日本改造杂志在1937年6月份，就是比周报还早两个月，已经发表了斯诺所拍摄的毛泽东的相片。这个改造杂志呢，它的发行量比刚才介绍的世界知识还要大，所以日本当时民间的有这样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杂志呢，已经发表了毛泽东的相片，但是日本的这个外交当局拒绝了这些真实的毛泽东的相片，特意可以说吧，特意把不真实的这个毛泽东的这个相片发表在他们的刊物上。那可以说，这是一种为了制造负面形象而做的舆论导向，就是日本政府呢，可以说是用不正确的信息来迷惑日本的民众，可以这么说。那我们这里要吸取哪些教训呢？当然是这个教训是也有肤浅的，也有深入的。这是比较肤浅的一个教训。我以为这些把不正确的信息特意流传给日本国民的日本政府，我们还是要把它做一个前车之鉴。比如，现在我们日本和中国互相之间的了解够不够？我还是个疑问。当然是各种媒体报道的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如果现在如今，我们真的理解邻邦的情况吗？就是特别是非主流的那种
事情的情况，我们有没有多大的了解？比如主流媒体报道的、主流的这个意识形态所发表的那种言论之外，还有哪些事情？中国、日本双方有没有足够的这个认识？我还是觉得有点疑问。比如当时1936年、37年那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势力是非主流的一个政治势力，日本政府就看不到，也不想看到，就结果就发生的就是那场很不幸的一个战争。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真正的了解邻国的实际情况，还是需要非主流的，当然是主流的这个东西应该要好好的看观察，但是非主流的东西有哪些，还是要仔细的、要深入的要探讨，有这样的必要。那下面留下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回到这个人究竟是谁？我曾经向几位这个中国史的专家或者东亚史的专家问过，你看过这个人没有？这个人好像是中国人，也好像是蒙古人。所以我曾经向这个蒙古史的专家也问了，他们回答说，有的这么说，是洪玉祥，比较一下有点像，但是没有确凿证据是两人是这个右面的照片是洪玉祥啊。我不能保证。另外一个解释是，这是一个外蒙第一任总理的车林多尔基的一个相片。有人说那个左右边的这个大胖子呢，应该是参加莫斯科的革命活动的一个外蒙的这个政治家，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解释。但这个相比较像是像一点，但是也不像，也可以说不像啊。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几条比较模糊的线索，但是最后还不能确定，还没有这个明确的答案，究竟是右边的这个戴礼帽的那个大胖子究竟是谁，我没有 明确的一个答案。所以如果大家同学们看过这个人，或者有哪些线索，就向我通知一下，可以共同解决一个历史的谜底。我没有看过孙沃的《红星照耀中国》，但是因为上课的原因，我看过他夫人写的海伦·斯诺写的《在华回忆录》然后当时老师要求的是把他和司徒雷登的《在华50年》一起对比看。两本书给我很什么的，就是海伦·斯诺说的同情中国，但是他的回忆录里边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歧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在我看来，就是他写的是北京的那些中国的人，特别他的仆人这些下层的人是特别的端盈，特别的算计，特别的畏缩，然后上层的人是什么精神萎靡不振等等。就我刚才一来的时候就听见您说《红星照耀中国》给了您很大的让您非常感动，给了您很大启示。那么您觉得在您的那种生长环境中，您觉得毛泽东给中国改变了什么？中国以前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毛泽东就带给了中国什么样的改变呢？还有就是说这个斯诺的这个回忆录难道就没有一种对中国的一种偏见吗？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1937年的那个日本情报部那个照片，那个形象差那么大，我想说的是他的抹黑呢，还是当时毛泽东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在日本情报界眼里都不重要呢？也有可以这样解释，对，就是那个您刚才说的那个青年时期的我受到很大的影响，从斯诺这部书受到很大的影响，还是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当然是比如我再晚一点看，比如说89年、90年、91年左右，就是我当研究生或者当大学教师以后再看的话呢，可能受到的影响完全不一样，这里写的东西和现实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也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我第一次读的是1982年或者83年左右，当然是文革结束不久。我对中国的理解是十分肤浅，连这个毛泽东做过哪些事情，包括文革时期的所为在内，几乎不知道。因为我在日本乡下读的高中，对中国的这个情况知道是知道一些，但是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我在读《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个感想是第一次接触到中国革命的故事，所以比较思维也是比较简单，很容易感动啊，是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读了那部书以后，我来到中国留学，在北大读过历史，再后来经过这个89年、90年、91年，开始研究中共党史，重新读那部书，那就印象和过去第一次读的时候还是不同。所以可能很多日本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也同样的一个感受，他们起初认为斯诺那部书就是真实的反映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一部经典好书，但是后来很多人都认为毛泽东，特别是晚年的毛泽东，已经不是像斯诺过去写的那样的一个朴实的人，而且中国的革命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而且不能把这个斯诺的中国共产党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不能相等的看待，有这样的感想。所以现在我们读的这个红星照耀中国呢，越读越感觉为什么这么不一样啊，就是我是一种比较直率的一个我的感想感觉但是这部书在日本，特别是战后日本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很多人都是依靠着这个红星照耀中国才理解、才同情、才支持中国。而且现在比现在的情况不一样的呢，是过去日本战前的所谓的大学生，包括很多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是所谓的左派，支持中国革命，当然支持毛泽东。对他们来说，《红色照耀中国》就是一部经典。因为这个战后很长时间，我们日本学界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也不能理解中国国内发生了哪些真实情况，所以只透过了这部书，认为自己对中国有革命有把握了，有这样的感觉。这个周报的发行范围有多大？阅读人口有多少？没有详细的这个记录统计。但我估计它，因为它是公开发行的刊物，但是因为是官方的东西，一般不大受欢迎，不大受欢迎，读者可能是很有限。现在也不知道是中国的情况怎么样，日本国内日本政府也现在也还在发行着不少广告之类的那个东西，但是一般群众是不大喜欢看，可能是这个类似情况也可能适合于过去的这个周报这个刊物上。这个红星照耀中国的日译本的情况这个红星照耀中国呢，是战前的话呢，是曾经发表过一部分内容，特别是对毛泽东的采访，毛泽东的他自己谈的他自己的前半生那一部分，在日本战前有不少报刊发表过这个日译版。但是整整的那个《红星照耀中国》的发行，《红星照耀中国》的内部书的这个全译，要等待战后，大概我看1946年或1947年才出版。但是这个在日本战后公开出版以前，日本的陆军参谋部也曾经翻译过《红星照耀中国》，在军部里边秘密发行。但是这个发行是范围是当然是当时的所谓的内部里边战后的出版工作，战前日本共产党几乎是不存在，因为日本共产党
政府呢对这些共产主义运动压制的太厉害了，所以战争期间，特别是抗日战争到日本败战这一段时期，几乎不存在着有组织的共产党的活动。这个还是要看日本读那些著作的人的年代。比如像我，比如我是63年出生的，这个毛泽东他去世的时候，我是在高中读书，几乎没有什么记忆他去世的时候日本或者我自己感觉有什么样的感觉。对毛泽东或者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革命开始有点认识的是我在大学读书时候，那时候当然是受自己的这个老师的影响，自己的这个前辈的影响，或者比自己稍微年纪大的人的影响很大很大。那时候日本还保留着一种所谓毛主义的一个印象，特别是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那个学界里边，所谓的这个毛主义左派，这个左派是和刚才当时的这个日本共产党是另外一个回事，左是左，但是日本共产党是比较支持苏联的共产党，那个共产党对中国的这个所谓发动维和革命的共产党是对有对立关系。所以这个日本左派的所谓这个研究中国共产中国历史的这个学界呢，受到那种非共产党非日共的那个左派的这个影响很大。所以我主要是在大学刚读书刚开始的时候受到的都是那种毛主义非日共的那种左翼学者的影响比较多一点但是这些老师们，像我的老师也是这样，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或者毛主义中国革命的这个认识，在89年那一年发生了急剧性的变化，很多人都不再相信过去自己所相信的那种共产党的这个革命理想。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而且还影响着现在我们日本学界的情况。有些人还是对过去自己所做的或者对这个对立关系对立立场的人所做的事情还是有心里有隔阂，心里有隔阂啊，不能简单的说这样说那样。这也是谜底。这个 Life 杂志的这个东西，就像我刚才介绍的那样，有部分日本刊物已经转载了。为什么这个唯独中报或者日本外务省的这个情报部没有刊用过这个 Life 的这个照片，是一个谜底。有可能看过，但是特意回避了来自 Life 的这个正面的形象。日本官方、政府、外交部、情报部那里有几个考虑，首先是要警惕着那个要怎么在当时的日本舆论界，整个舆论界呢，共产党或者左派是个一个很坏的，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存在的。所以日本政府比如说是禁止发行红星照料中国内部书，在日本没有日译本，但是没有日译本就被禁止发行，主要是看斯诺所传达的那种正面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呢不能在日本国内传开，所以禁止发行那种来自斯诺的那个正面信息。同样的这个考虑呢还是要适应于这个来自 Life 的那个正面的这个形象，正面的形象这个就是对待毛泽东对待好的那种照片呢在日本国内还是要禁止发行，不能传开，这是日本当时当局的一种控制舆论的一种选择。民间当然也有一些这些活动不能全面控制的，那些控制住，但是1937年的时候还是不能全面的控制住，但是他们自己办的刊物上千万不能这样按照民间那样把正面的东西自己来传达。所以也可以说，但是日本这个外交部的信息的搜集能力没有民间好，
也可以这么解释，但是这是也是确实是很奇怪的啊。所以这个日本那时候的周报为什么选用了那三种照片，是还是一个谜底啊。我刚今天介绍的就是这是最比较肤浅的一个解释。